主料，乳鸽一只，黄豆芽200克，辅料，豉油2小勺，盐，胡椒，青杭椒3个，蒜3粒，洋葱，姜1块，红椒1个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准备好乳鸽、黄豆芽、姜、蒜，乳鸽收拾好，洗净，剁小块，豆芽洗净，沥干水分，青红椒、洋葱、姜蒜分别切好备用。锅中油烧热，爆香姜片，下乳鸽煸炒，加入蒜瓣、洋葱，翻炒，加入料酒，炒匀，加入盐、老抽，炒匀，沿锅边加入适量冷水，大火煮开，小火慢炖30分钟，汤汁渐少，加入黄豆芽，加入青红椒，炒至断生，撒入胡椒，炒好味即可装盘。烹饪技巧：一、黄豆芽很鲜，可以先干煎后再炖煮；二、黄豆芽一定要煮熟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